多，植物进化出的重要器官，独特的生长姿态，智慧的生存策略，绽放最美的瞬间，装点大地和山川，神奇的力量，地理中国即将播出。花朵看似柔弱，实则坚强，从不苛求环境与际遇。它们在与自然的磨砺中共存，在风暴的摧折中成长。这种超强的环境适应力，看似花朵与生俱来的本能，其实是花朵历经数百万年发展出的生存策略。无论在人类视为生存禁区的高原，还是火山爆发后的泥层，无论是暗流涌动的溪河，还是海水侵蚀的滩涂，不论落于何种草莽，生于何种逆境，植物们都能脱颖而出，浸逐阳光，最终在寒暑交替的时节里完成生命的轮回。每到开花时节，杜鹃花常常数十朵聚成一簇，布满整个树冠，花色艳丽，对比强烈，如同漫天云霞。这很早就引起华夏先民的注目和留恋。早在1000多年前，爱花的中国人就开始手植杜鹃，并以此装点自己的生活起居。唐宋开始，中国的台阁园林、庙宇学宫中都少不了杜鹃的身影。作为自然的象征，杜鹃混合了野性和奔放的美，带给中国人莫大的精神启迪。中国的文人更将杜鹃视为怀乡思念的寄托，赋诗作曲历代不绝。唐代大诗人李白晚年曾寄居于宣城，暮春三月，当他看到山居附近凌寒绽放的杜鹃时，怀念起千里之外故乡蜀地的此时此景，一时情不自禁，写下蜀国曾闻子规鸟，宣城又见杜鹃花。
一教一回长一段，三春三月一三八。从此杜鹃花也成为游子在外怀乡的不舍寄托。杜鹃花被视为坚韧的象征。杜鹃花不仅有着奔放热烈的美，还有着绝境求生的超强适应力。突破地域和海拔的局限，全世界杜鹃属植物数量超过半数生长在中国，其中特有品类多达400余种。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，从岭南民居到河湟谷地，华夏大地处处可见杜鹃花的夺目身姿。在青藏高原，藏族人民把杜鹃花叫做代表幸福吉祥的格桑花。在长白山脚下，朝鲜族的传统里，杜鹃花是春天的使者，是田野中第一朵绽放的金达莱。在贵州西北部，有一条地球上最壮丽的花带，生长着延绵50千米的野生杜鹃。在湖北麻城，10万亩古杜鹃群落，面积之大，保存之好，密度之高，花色之美，堪称一绝。在横断山脉南段，云南省腾冲境内，一株树高28米的大树杜鹃，是当之无愧的杜鹃之王。从腾冲往东600多千米，是滇中第一山轿子雪山，这是我国纬度最低的季节性雪山。从2月到8月，从低山暖热地带到高山冷凉地带，杜鹃花或孤芽挺拔，或俊秀扶疏，或娇艳欲滴，或坚实壮硕，轿子雪山成了天然的杜鹃花资源宝库。在轿子雪山山脚，连片生长的是乳黄杜鹃。乳黄杜鹃的花朵是由众多小花组成的大花球，花瓣淡黄，清香沁人，叶片如同绶带一般典雅美丽。最奇特的是花朵内部那个红色斑块，这是乳黄杜鹃生存至今的关键。杜鹃花有一个包浆连丝，就是说在一个花药里面，所有的花粉被包浆连丝把它串联，如果说昆虫接触花药的时候，那么昆虫就会把整个花药的花粉带出来。传粉昆虫一次光临能带走大量花粉，这提高了乳黄杜鹃的生存几率。从山脚来到山腰处的隘口，气温比乳黄杜鹃所在的区域低了5摄氏度，瞬时风力达到10级以上，但是依然能够看到杜鹃花的身影。这是宽叶杜鹃，你看基部是心形的，背面呢有一层棉毛，做的是保温作用。因为这个海拔比较高，风特别大，它为了保温，叶后隔纸也是保温的一种策略。这是它的花苞，可能带有2个星期就可以绽放了。和乳黄杜鹃相比，宽叶杜鹃的身形和花型都有所不同。海拔继续攀升，4223米的轿子雪山山顶，阳光炫目，辐射强烈。横扫过山顶的狂风超过10级。在人迹罕至的高山之巅，有另外一种杜鹃花在顽强地绽放美丽。
这是密枝杜鹃，主要生长在高海拔4000米左右，高度呢主要是高山灌丛，枝度都比较矮，最高不超过1米，像这个也就是30公分。密枝杜鹃并没有向绝境屈服，它的花朵和叶片密布鳞片，是为了抵御高海拔的紫外线辐射。花的喉部被毛是为了抵御低温，使种子保育成熟。贴地生长是为了避开山顶的强风。除了无法改变从生至死都只能囿于一隅的现状，杜鹃花会为了适应环境而努力改变自己，看似随意无形，实有法则制约。杜鹃花的坚韧顽强也被华夏民族视为品格的重要象征。近代以来，杜鹃花花开似血的天然物象，在漫长的革命年代里激发起中国人心中的热烈壮阔的豪情，视其为不惧牺牲、勇于斗争的精神化身，并称之为映山红。不论身处何地，也不论身处何时，中国人总是把朴素美好的愿景与漫山开放的火红杜鹃联系起来，这是对幸福必然到来的虔诚期盼。杜鹃能够打破海拔的限制向上生长，而有的植物却能忍受海水侵蚀，开花于海上。位于海南省东北部的东寨港，有一片海上森林——红树林。之所以被称作红树林，是因为红树林树皮富含单宁酸，如果切开树皮，当单宁酸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，就会呈现红颜色。东寨港的红树植物陆续进入花期，红树植物能在海水中开花，是大自然造化的奇迹。在自然界，一般生物体内的水分占体重的70%左右。假如植物体外的水中含盐量超过1/1000，植物体内的水分就会被盐水稀释而走，从而导致植物脱水枯死。但是，东寨港附近的海水含盐量高达35%，可如今红树植物们还能绽放各种美丽的花朵。这个是同花树的叶片，它具有灭盐功能，把吸收到植物体里面过多的盐分通过盐腺组织分泌出来，盐白色的晶体那就是盐分。这就像人体会通过排汗来调节体内元素的平衡一样。另一个神奇之处却是红树林脚下的海岸滩涂常年被海水浸泡，在这样严重缺氧的环境里，红树植物
又该如何呼吸呢？为适应缺氧的环境，红树植物进化出了形态各异的呼吸根，有些底下根系向四周延伸，部分伸出地面向上生长，形成指状、笋状或溪状呼吸根，有些呼吸根则是从地上茎干或树枝长出，逐渐向地面生长，直至地下，形成兼具支撑功能的拱状呼吸根。露出地面的呼吸根外表有粗大的呼吸孔，便于气体交换，内有海绵状通气组织，可贮藏空气，满足红树植物呼吸的需要。泥沼里缺乏空气，红树植物的根系就向空中生长，进行呼吸。海水中盐分过高，红树植物就通过体内的调节排出多余的盐分，这就是红树植物进化出的生存智慧。东寨港的各种红树植物争相绽放，红栏里的花蕾绯红丰润，老鼠乐的花朵冷艳清冽，栏里的花朵充满芬芳，水椰、秋茄、白骨壤都呈现出勃发的生机和美丽。它们将花朵绽放在被视为植物禁区的海岸泥沼之中，并为人类打造出一道能抵御赤潮和台风的天然屏障。这就是红树植物的非凡能力。红树植物为了能在海水环境里开花结果，进化出独有的密檐功能和发达的根系。然而有的植物却是另类，它们不会坐以待毙，反而会主动地从外界捕捉食物以获得能量，这是植物界中少见的杀手。浙闽两省交界处的屋檐岭，这片杳无人烟的原始森林，是离东海最近的一处天然生物基因库。200多种林木，一年四季都会开花。亭亭玉立的乳源木莲，芳香扑鼻的黄山木兰，但一种看似不起眼的植物，却有着超乎寻常的本领。我们现在处于浙江南部的一个山谷，山谷间云雾缭绕，空气中的湿度非常的大。旁边湿漉漉的岩石上长满了青苔，上面长着一种奇特的植物，它的叶呈连座状排列，叶上面还没有消化完全的昆虫的残骸，这就是一种食虫植物齿叶毛瓜菜。正是它生长的天堂。几乎所有的毛膏菜都有高于植株的细长花茎，五片花瓣对称方式生长，花朵很小，毫不起眼，可它的身上却布满了晶莹剔透的露珠，
看上去美极了。如此美丽的枝叶，让经过的昆虫无法不动心。昆虫抵挡不住诱惑，猎捕行动即将展开。毛膏菜花朵的叶片边缘布满了线毛，线毛能分泌出一种特殊的粘液，这些如同蜜汁的粘液释放出浓郁的香气。对昆虫而言，这是无法抵挡的美食诱惑。一旦昆虫开始品尝蜜液时，就会发现这粘液如同胶水，根本无法挣脱。昆虫的挣扎越激烈，线毛展开的动作就越快。转眼间，毛膏菜的叶片就会全部翻卷过来，将猎物紧紧裹住。在这个致命的拥抱过程中，毛膏菜还会分泌出消化昆虫的蛋白酶，使昆虫逐渐解体。十天后，当毛膏菜把猎物完全消化吸收后，叶片和线毛又重新展开，开始新一轮诱捕。同处一个星球，同样享受着阳光雨露的滋养，毛膏菜为什么会拥有不同于一般植物的特性呢？经过雨水的冲刷，土壤中的养分已经极其的匮乏，在这种严苛的生存条件下，毛膏菜进化出了捕虫的策略。通过捕食昆虫，它能够获得自身生长发育所需的氮元素。原来毛膏菜生长在缺乏氮元素的土壤环境中，而氮是植物生长的必需养分之一。植物完成光合作用所需的叶绿素都是含氮化合物，它能把光能转变为化学能，将二氧化碳和水最终转变为葡萄糖，促进植物生长。当无法从土壤中获得足够的氮元素时，毛膏菜转而进化出捕食昆虫的绝技来进行补充。而更为精巧的是，毛膏菜让自己的花朵凌驾于植株之上，这样就巧妙地避免误食那些帮助授粉的昆虫，同时也能将种子散布到更远处。在自然界强大的生存压力下，花朵为了适应特殊的环境，不惜将叶子进化成捕虫器，以静制动，破解生存困境。是植物进化出的最重要的器官。通过花朵，植物吸引昆虫传粉来繁育后代。没有花朵，就意味着植物将失去生存和进化的基本能力。但世界上却有一种植物，找不到它的花，但它们仍然生存至今。这种植物就是榕树。榕树是西双版纳热带雨林里重要的自然景观。榕树枝繁叶茂，树冠巨大，
最神奇的是，榕树可向四周无限伸展，其支柱根和枝干交织在一起，形似稠密的丛林。通常说独木难成林，但偏偏榕树却可以独木成林。可如此巨大的榕树，它的花到底开在哪里呢？如果我们打开一个果，我们就能够看到里边有颜色鲜艳的花朵，只是花朵有所特化，花被片花瓣退化，只留下了花梗、子房、柱头和花柱，但是它们都是完整的一朵朵的小花。像在这个果腔里边有成千上万朵花，每一个小点就是一个花。榕树的花序如同果子状，这种被称为引头花序的构造，令人不见开花，只见结实。只要剖开榕果，就可以看见果腔内有无数的花朵，它们整齐排列在果腔的内壁上，不仅数量庞大，而且形态和颜色丰富多彩。可是这些花都隐藏在黑暗的果腔之中，谁会为它们传粉呢？它的花是藏在里边的，风雨流水不能给它传粉，只有2到3个毫米的榕小蜂可以通过它这个包片的一个通道钻到果腔里边，接触到这个花为它进行传粉。钻进去的榕小蜂通常就把卵也产到里边繁衍后代，它们两者建立的是动植物界最为典型的互惠共生关系。榕树为榕小蜂提供繁殖的场所和食物，榕小蜂在产卵的过程中帮助榕树的花传粉，彼此的关系已经发展到1:1的高度协同进化程度。一种榕树只允许一种榕小蜂传花授粉，一种榕小蜂也仅为一种榕树传花授粉。不同种的榕树分别有各自专属的榕小蜂，绝不交叉。就这样，高大的榕树和长不过3毫米的榕小蜂形成了彼此相依的共生关系。6月，夏至来临，又有一批榕果进入了花果期。它们在空气中释放出特殊的气味，召唤榕小蜂。榕小蜂感知榕果的召唤，匆匆赶来。它们聚集在榕果表面，不断试探。终于，进入果腔的包片通道被找到。榕小蜂用触角撬开这块包片，整个身体沿着包片口裂缝，艰难进入果腔。经过这一场鏖战，进入榕果腔的榕小蜂不是缺翅膀，就是断触角，它们再也离不开这个榕果。借助可放大1000倍的显微透镜，人类看到了榕果的内部。1个月后，榕果成熟了，榕果里面涌动着无数的新生命。这些蠕动的黄色小虫是新成熟的雄性榕小蜂，它们的翅膀已经基本退化，此时它们正忙着与雌性榕小蜂交配。雌性榕小蜂则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，冲出家园寻找新的榕果产卵，繁衍生命。而它们的生命期限不过2天。历经9000万年的演化，榕树不但繁衍了自己的后代，还总能让榕小蜂的繁殖代代相连。彼此的生命周期与物候节拍高度一致，令人惊叹不已。
榕树与榕小峰生死相依的共生关系看似单一，实则高效，花朵看似退步，实则进步。正是依托这一关系，使榕树成为雨林世界的王者。自然界的花朵五彩斑斓，仪态万千，但有一种颜色的花朵非常少见，就是蓝色的花朵。而在云南的香格里拉，却是这种蓝色花朵的故乡。香格里拉位于横断山脉腹地，高山上随处可见的是大片风化剥落的高山流石滩，但在这看似生命禁区的流石滩，同样也是植物们的天堂。七月里，一种拥有蓝色花瓣的植物正迎风绽放。自然界的花五颜六色，非常丰富多彩，但是有一种不常见，那就是蓝色。现在在这青藏高原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流石滩上绽放着一种非常漂亮的宽叶绿绒蒿，绿绒蒿属被誉为是离天最近的花朵。宽叶绿绒蒿的身姿挺拔，花朵硕大，它的花瓣半透明，形成一个温室，既可以防风避雨，又是传粉昆虫重要的庇护所。最令人惊叹的是，花朵有着天空一样纯净的蓝色，美得让人窒息。宽叶绿绒蒿花朵尤为独特，它的叶片花苞上都长满硬刺，带刺的这种叶片和植株很可能是为了适应这种极端寒冷干旱的环境，另外也可能是防止动物来乞食植株。全世界有49种绿绒蒿，全部都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流石滩中，其中云南地区就有17种。大多数绿绒蒿一生只开一次花，但在流石滩上，时而雨雪低温，时而狂风冰雹，一般树木都无法生长，草本植物和灌木更是只能匍匐在地。只有植株高大的绿绒蒿像旗帜一样迎风招展，异常醒目。这是因为绿绒蒿的扎根方式完全不同。一般的植物通常情况下，它的根都是垂直往下生长，李秀丽绿绒蒿它生长这种特殊的流石滩环境，坡度很大，这个流石滩流动性非常强，所以它的根系或植物垂直生长是为了更好的附着在这种流石滩环境。这个地方土壤非常贫瘠，它通过这种很粗壮的肉质根蓄积大量的营养，它通过多年的生长，通过大量的营养积累，最后完成一次开花结果的过程。最神奇的是，绿绒蒿不仅有黄色系、蓝色系，还有紫色系，艳丽夺目。每当绿绒蒿的开花时节，高山上时常大雾弥漫，一旦狂风掠过，开花的绿绒蒿破雾而出之时，总会给人一种极其惊艳的感觉，仿佛是来自魔幻世界里的神秘精灵在召唤。为什么绿绒蒿拥有如此复杂多变的颜色呢？一方面是因为基因的起作用，生成花青素控制它；另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接受离子在起作用。高原这种环境非常特别，不同的山头、不同的地域，它们这种土壤所含的接受离子不一样。正是这种不同的离子与花青素结合，才产生这种绿绒蒿属多种多样不同的花色。长久以来，
绿绒蒿被视为美好圣洁的象征，是藏族同胞心目中的仙草，并把它称作乌巴拉花。而同样生长于高原环境的植物还有红景天、猪牙鸟、马仙蒿和尖背百合，但它们都不能像绿绒蒿一样获得如此尊崇的地位。高山流石滩残酷的生存环境禁绝了大多数生命生存的可能，但却意外成就了绿绒蒿，并赋予了它与天空一样纯净的美丽颜色。这一次生命爆发的能量让它成为离天空最近的花朵，矗立于群山之巅。水是植物生长必不可少的生命源泉，然而流水的环境却不是开花植物的理想居所。广西都安的澄江河有一条会开花的河流，河流会开花是因为河水里生长着一种与水生死相依的神奇植物。每到七月，这些神奇植物在河中盛放花朵，花期长达半年。这种植物叫做海菜花，是我国特有的大型沉水植物。沉水植物整个植株完全浸没在水中，只有开花的时候花才挺出水面。自然界的水生植物叶子和花挺立出水面之上的是停水植物，如荷花。花和叶都浮在水面上的是浮叶植物，如睡莲。而像海菜花这样完全淹没在水中，在水下生长的就是沉水植物。神奇的是，生活在水下的海菜花是如何把花开到水面上的呢？海菜花很特别，像是潜水健将，多数时间生活在水底，只有花期将花伸出水面传粉授精。原来海菜花的花苞具有一定浮力，能顺着花絮梗漂浮到水面，让花朵在水面上开放。如果涨水，水流对花絮梗的冲力大于花苞的浮力，花苞就会被拉进水中，海菜花便像是会游泳的健将一样上下沉浮。除了花苞具有一定浮力，其实花絮梗功不可没。花絮梗内部有发达的通气组织，从它的横切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小孔，如果从一头吹气，另一端就会冒出很多小泡泡。因为沉水植物的光合作用都在水中进行，管状结构便于运输空气和养料，同时也可以减轻重量，增大浮力。通过这种特殊的结构，神奇的海菜花便可以在河面上开花。可是柔弱的海菜花开在水面上，在湍急的水流中，它们该如何保护自己呢？为了保护花朵不受损伤，海菜花的花瓣有蜡质，具有一定的防水功能。同时海菜花的花瓣有皱褶，可以增加花瓣背部和水面的空隙，增加花瓣的浮力。当海菜花在水流作用下被拖入水中时，三片花瓣在水压的作用下能够迅速闭合，保护雄蕊和雌蕊不受。
对水质很敏感，一旦水质受到污染就不能生长，所以人们又亲切地称它为环保菜。每到开花季节，无数海菜花装点着广西的绿水青山，它们绽放在河流、湖泊甚至沟渠。白色的花朵随着水流轻轻摇曳，星星点点，远远望去如同一条蜿蜒流淌的花河，生生不息。每年一月开始，在中国的北回归线附近，一种纯净的金黄色开始悄悄铺满华夏大地。而承载这片金黄色的，正是最寻常的油菜花。单纯朴实的油菜花凭借自身的坚韧顽强，改变了散落乡野的命运。一旦春回大地，积蓄了一个冬天的力量，酿成了磅礴之势，不失时机地迸发出来，辉煌的色彩流动于田野之中，无限的生气在天地之间升腾，风雨茂盛，一望无边。从海南岛到呼伦贝尔，从西跨到帕米尔高原，超过一亿亩的油菜花田次第开放，它们以空前巨大的规模，整齐划一的高度，纯净单一的金黄，俘获了中国人的心灵，成为大地的主人。这种整齐划一的集体力量，让中国人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撼。在所有的花朵中，只有油菜花才会呈现出如同史诗般的磅礴气势，灿烂
壮美。植物祖先改造了生命赖以存活的大气，植物点缀出了地球的每一寸肌肤，推进了动物的产生和进化。自从开花植物成为陆生植物的优势种族，开花植物迅速覆盖整个大陆，而这带来的影响已超越了植物界的范围。这是地球上改变地貌、孕育家园最自然的神奇力量。植物开花，也许只是某一株植物的某一个不定向的突变而已，但是花儿的诞生，却是从此改变了整个地球。无论是寒冷贫瘠的高山，高盐缺氧的海岸，还是拥挤潮湿的雨林，荒凉阴冷的流石滩，无论身处何处，花朵运用独特的本领，蓄积生命的能量，绽放最美的瞬间。开花、结果、成熟、衰老、死亡，留下种子，进行新一轮生命过程。这是植物生命的壮美与奇迹。